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一月七十，诗篇一百三十五篇五十安尼讲：我知耶和华最大，也知咱的主盘过隆重的神明，三个来祈祷，大过隆重的神明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无穷无尽。应准应在，各真各活的上帝，主啊，天的万物拢是你所创造，宇宙万物拢是你所立的。你的宝座对古早就建立，你对永远就存在，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上帝，你的改变确实永未改变。主啊，我欢欢喜喜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要来称颂甲阿罗你的名，因为你是堪得阿罗甲尊重。耶和华，我的上帝啊，你是万神的神，万主的主，是至大、全能、通敬畏的上帝。因为你最大，我贵隆重的神明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主，咱的主是大过一切神明的上帝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